本视频由未来车原创制作。奔驰在2017年可以说是力压群雄，将宝马和奥迪纷纷甩在了后边，并且不是领先一点点。在我们的生活中，经常看到奔驰引领天下之势的牌子，电视广告也都骤增。可以说，奔驰对自己的未来非常自信，销量攀升，但是并不是它的背后没有一点的问题，反倒是频频爆出质量和售后的问题。在12月22号的时候，我国质检总局缺陷管理中心发布信息，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和梅赛德斯奔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因气囊存在安全隐患，将从2018年2月5号起召回55,341辆奔驰汽车。不止这50多万，在10月份的时候，奔驰已经宣布召回了35万多辆汽车，所以他们已经因为质量问题召回了快100万辆了。这就是严谨精密的德系品质吗？不仅质量上有问题，售后也存在很大问题。一位车主在今年9月份左右莫名其妙被召回了一次，说是控制单元线束出现了隐患。到了 4S店售后工作人员居然对此次召回毫不知情。最后在车主的一再坚持下，并经过经销商多方核实，才验证确有此事。这仅仅是其中的一件事，像行车电脑提示车辆电瓶出现亏电，隔天甚至出现启动困难，去 4S 店，但是 4S 店不第一时间为车主进行索赔，这种事情也时常发生。销量好，顾客信任你们，作为一线豪华品牌，更应该严把质量，而不是消耗顾客们的信任。奔驰如果这样下去，早晚会在中国寸步难行。